福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是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路加福音22:42。这个苦杯充满了痛苦和羞辱，是因为人的罪而产生的。降世为完全人的主耶稣，不但为我们承担了这个苦杯，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也为我们做了最顺服于神的榜样。以赛亚书55:8-9中，神这样说：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在祷告中总会按照自己想要的向神祈求，我们所求的肯定是符合自己心意的，但是这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呢？神啊，求你原谅我们，因为我们总是希望你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实现。求你赐给我们一颗甘心情愿、完全顺服的心，帮助我们凡事不求自己的心意，只愿你的旨意成就，紧紧跟随你的带领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十字架上的光芒，温柔又慈祥，带着主爱的力量，向着我照亮。我的心中，我愿。
是我的主。地主。